你生起源大陆的子民，竟然没有？我是起源大陆能力最高的人。为什么同样是男神的灵力就那么高，而我天生就是个废柴？啊！他可是我的灵力补充神器，爆一下，不知道要长多少灵力。哇！ 只要多多亲近他，很快我也能成为七级灵力者。南哥，抱抱，不过你太直白了点吧。一个姑娘来了，不应该这么主动。我知道，那我能亲你一口？对我动心，接下来他就向我表白了。我有一件事情，说吧，我准备好了。 你能不能也教教我怎么样灵力才像你一样那么高强？他身上的特立独行总能给我一种惊喜。你今天对我好，明天又对我不好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南宫，你完了呀，你这是完全沦陷了。我要留在这里好好修炼。 立志成为起源大陆的第一灵力女王，废柴小姐，您厉害。你也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冷漠无情。以后的日子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？这次，我保护你。你是整个起源大陆最棒女孩。